本身我自己好鍾意唱歌啦，咁有咁嘅机会，同埋佢咁啱今年又冇限制年龄啦。一追再追，只想追赶生命。咁我谂都唔谂就嚟参加，因为我自己个声底个唱腔都有少少似张国荣。多么可笑！雷安娜老师咧就俾咗啲线索，就即系要我唱歌个方法有少少改变。因為他說這樣會 update 一點，還有沒有以前那種的味道在這裡，我每唱一首歌我會很投入，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將自己放入歌裡面。